如果说哪个地方的美女最多，那必定是娱乐圈无疑了。作为捞金最快也最容易的地方，每年都有非常多的美女加入到这个圈子中去，这也让圈内拥有了各种类型的美女。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口味，总能在娱乐圈中找到你喜欢的类型。而在这么多美女明星中，有着性感火辣身材的女星们总是能分外受到网友们的关注。就比如有着台湾省第一美女之称的林志玲，就是凭借着她性感火辣的好身材，让她快速在娱乐圈火起来的。林志玲在高中时期就被星探发掘成了一名模特，不过当时的林志玲因为比较注重学业的关系，在读大学期间就放弃了这份兼职，逃到国外去留学了。等林志玲留学归来后，在2000年时，已经26岁的林志玲才正式以模特的身份在娱乐圈出道。因为当时的林志玲有着性感火辣的身材以及精致甜美的面容，再加上让人听完就忘不了的娃娃音，所以让她在短短时间内就在台湾爆火起来。等到2003年时，在台湾人气越来越高的林志玲也是成功打败了当时的台湾第一美女萧蔷，被选为新一任的台湾第一美人，这让林志玲的名气越来越大，开始传到了内地。而林志玲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将她的事业重心转到了内地。来到内地的市场后，林志玲的发展更是如鱼得水，除了模特事业红红火火之外，她还开始进军影视圈，还经常出席各种活动，受邀参加各种综艺节目，让她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成了圈内的一线女星。要知道林志玲除了性感甜美之外，她的气质涵养、打扮言行也是非常得体的，性感而不庸俗，火辣而不妩媚就是对她最好的形容词。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林志玲也几乎让人挑不出毛病来，这也是她能在圈内和圈外都非常受到欢迎的原因。不过林志玲刚开始到内娱闯荡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她开始扩充人脉时就遇到过一件很尴尬的事情。那是在一次晚会上，林志玲在看到内娱歌坛的大姐那英后，主动端起酒杯向她敬酒。那英看到林志玲的举动后也是很豪爽地将杯里的酒给干了，然后就等着林志玲也把酒给喝光。则料林志玲在敬酒后却不想喝，看到林志玲这么不给面子，那英当场放下狠话，告诉林志玲这是在北京，你知道不喝的下场是什么吗？林志玲在听到这话后也是慌了，连忙解释自己不喝酒是因为酒精过敏，可惜这些借口那英根本就不想听，强行逼着林志玲把酒给喝了。顺便就过来坐一下，他坐到我这桌，他倒霉了吧，是吧？一坐下来不喝一杯怎么成？我没有让他喝酒，是他自己拿着酒杯跟我说，那个很高兴认识娜姐。结果呢？你没有他，我先干了，他举着不喝，哎，那也对了。你干什么呢？那么大一杯我就喝了，结果我喝完以后，但是我还这样，我说林志玲，我说你怎么在北京哎？我说你不喝的下场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后林志玲在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喝光了杯里的酒。林志玲在喝完酒后也证明了她真的是酒精过敏，因为她的脸和脖子全红了，无奈之下只能提前离场。记得当时还有媒体借此大做文章，说是那英故意灌酒林志玲，导致她过敏满脸红肿，就连脖子上也有很多红斑，所以网友们在看到后都纷纷表示那英太狠了。还好林志玲在经过这件事后，在参加圈内的晚会时也是越发的谨慎小心，不会再做出这些不懂规矩的事情。那么对于林志玲敬酒却不喝酒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失礼了。你知道他喝完的下场？哇塞，被人家拍到以为他是什么红斑性狼疮都来了。他喝完的下场就是坐在那儿就开始痒痒了。他如果没有我逼他酒，别人也会逼他喝酒，对吧？好险他先喝一杯垫一下。所以那天我看到他走的时候这边全都红了。对，在这里我应该道歉吗？是是是，林志玲对不起了。